什么事，Sir？根据线报，怀疑你们藏毒，现在开 WT 1039号，让我们看看。坐实。 我赶着出去，如果有事要说，下次吧。我来是想跟你说，如果你因为我警察身份而觉得尴尬的话，不用担心。我刚才已经辞职了。你疯了？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，没有其他原因。 我是重案组督察陈兆祥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更衣间谋杀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们昨天在迷你仓发现太子的尸体，根据法医报告，太子是因为枪伤致死。死亡时间大概是两天前。两天前你在哪儿？做了什么？认不认得这支笔？ 太保，这支笔送给你，我觉得跟你很配。谢谢大大。笔上面刻了 “turbo” 这个词，你是不是物主？律师来之前，我不会说话的。陈总。 我有话想问韦俊轩，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？OK， 谢谢。Turbo，交易之后太子失踪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现在现场的证据对你非常不利。 你不能再隐瞒，不然我帮不了你。你认识我这么久，你不是觉得我会杀人吧？我信你没有用。你也做过警察，警察要讲法律，讲程序，讲证据的。如果你不说出来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总之，不是我干的。特保。 现在现场的证据对你非常不利，我也知道是有人布局，想告诉我们警方，你是杀太子的凶手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帮不了你。程 Sir， 今天是重案带我回来的，不是 NB。